金盾山。事情，然后赌牌是从何鸿燊那里继承下来的，美高梅的赌牌是何鸿燊送的，而新豪的赌牌是何鸿燊斥巨资买下来的，下一代有没有能力保住赌牌还是个未知数。而且据说根据澳门的新规，赌场将会取消复牌，如果没有复牌，那新豪和美高梅就不容乐观了。如果何家想要续约手中的正牌，并且抢夺其他赌牌，本就难上加难。可以说何鸿燊家族究竟是由盛转衰，还是继续位列豪门，全看明年的尽头了。这时候不管是大陆还是香港，亦或者是澳门，对何家的评价就非常的重要。何家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差错，否则尽头失败对何家将会是致命的打击。而这个节骨眼上，罗秀英家里出了这种事情，甚至被内陆人和香港人民所抵制，影响巨大。据说罗秀英是嫁出去的孙女，但她毕竟是罗家人，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赌王家族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梁安琪似乎早有预感一般，开始了小动作，和内地的富豪聚会，还收购了澳门的凯旋门酒店，这是澳门的顶级博彩酒店之一。很多人都觉得梁安琪是打算趁这个机会自立门户了。梁安琪是一个要强的人，如今局势变成这样，他和二房争来争去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了。澳门新赌牌尽头在即，他有80%的可能性会去尽头。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或许这就是赌王的很多孩子都自己跑出去创业的原因，因为他们知道死守着赌牌肯定不是长久之计，因为一旦失去赌牌，那一切就白费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此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视频观点根据网络现有信息整理推断而来，仅代表个人看法，若有侵犯任何人，请联系本人删除修改视频。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赞评论发弹幕哦，我们下期精彩继续。